观众朋友、亲密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继续将实战打入解析。今天讲的是坂田直白对藤泽秀行啊，这是坂田非常有名的一局啊，号称是白棋的名局啊。所谓名局呢，就是基本错误比较少啊，错误比较少，这叫名局啊。藤泽秀行是小目，坂田也小目。是下小目啊，因为这盘棋之前呢啊，因为在这盘棋之前，这个是日本的61年啊第二期名人战，藤泽秀行在第一期获得了名人，第二期由坂田来挑战。上来坂田就2连胜啊，然后藤泽秀行也是气势如虹，然后3连胜坂田，搞成了3-2，坂田胜最后两盘一盘都不能输，输了他就挑战失败啊。那么这盘是第6盘啊，是转折点的一盘啊。我们看一下啊，看一下这个棋，它龙争虎斗啊，真正的龙争虎斗，这是很有名的，就是很有名的争棋啊。日本管那个大神户叫争棋啊。白棋选择了这个目外的下法。就这个大飞挂尖拆二啊，这都是很正常的进势了啊。然后这个黑棋呢，小飞挂，白棋一尖低加，小目挂角飞压，先把这个黑棋压低啊，然后盖住啊，这盖住是定势了啊，这个可以白棋压的时候黑棋可以挖，挖呢如果争子有利呢可以是这样打啊，争子主力可以这样打，算是白棋不怕啊，这个棋白棋不怕。这个黑棋没有走啊，黑棋在这里走一个啊，这里走一个，白棋顶啊，把这补干净啊，这个补角是最干净的走法啊，这个补胜过这个补啊，有人可能喜欢这样补，这样补还是有棋啊，以后别人就这样会打吃一下啊，这样有一些打吃利用啊，这个补基本上利用不多了啊，但是也不是没一点利用，这以后有拖，但是这边来说是比较好的。补一个，补一个以后呢，这个棋它咋定啊？咋定？这个棋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方面加强这个角啊，一方面瞄着它这里一个逼或者是打入啊，或逼或者是打入。黑棋呢，这样走一个，白棋试探应手啊，点一下。这也算一种试探应手，也是一种打入啊，也是一种打入，看你怎么走啊。你比如说你走了这个啊，比如你现在走了这个，那么这个呢，它这里这个是先手啊，这里是这个是先手，这有先手意思，这样先手，那么这里就黑棋就不怕黑棋拆了，所以呢你如果走这个以后它可能会拆这个啊，走这边，这边不怕拆了，那么你走这里以后呢，它甚至有可能直接就爬啊，直接就爬啊，而且这里你就不干净了，他就是选择余地更多了，甚至这边也可以不走啊，就直接在这边走啊，这个看你试探应手啊，这个属于高级战术啊，就是这句话。那么藤泽秀行喜欢后啊，先把它接上，那么接上这以后啊，这个逼就很有力了，这个逼很有力啊，这个拆这没有问题了，所以你如果这样走他就拆二啊，拆二，为什么呢？这边走了以后啊，这个拆二白棋破，这里还有活棋和爬啊，有这边活棋 和这边爬，这个是打劫，往这走是打劫活，打劫活，这个爬呢你也不容易吃啊，所以这个棋白棋比较满意吧啊，比较满意。那这样做，然后黑棋反击这里啊，这与其说是打入白棋，不如说是攻逼白棋啊，就是说攻击白棋啊，攻击白棋。
就说这个很硬，这走以后如果不走的话，这样一跨就渡过去了啊，这个不行。所以白棋还不能让黑棋渡，尖一个啊。我们上回讲过啊，这叫尖。如果走这个啊，依然有这个棋，比如靠一个，你退一个或者搬一个，它就有这个这样的棋啊，走这个一段啊过去了啊，走这个呢这一段也过去了啊，这个棋不行。所以呢这个棋啊还是以尖为最坚实啊，以前我们讲过那么不走也不行，黑棋啊，黑棋走完也得走，不走的话被白棋这么一走一照啊，这次就快死了啊。黑棋飞啊，飞了这个之后呢就是告一段落啊，暂时这里告一段落，还是其他地方大。白棋啊开始在那里动手，爬啊，白棋呢就准备把它的边掏掉啊，不要掏角，这个时候不要掏角，要掏边啊。那么爬这个拐啊，这个棋我们看啊，这个掏角是打结火啊，这是打结火，你走这是打结火，这个不行啊，所以这个棋必然是要掏这个，他也只能拐，走这个不行，走这一般啊，没有用啊，没什么用，所以只能拐，双方也没有变化，走这个长，啊，这个都是必然变化啊，这就是应该说是第一个打入的开始啊，第一个打入的开始，走这个，黑棋长啊，黑棋长，白棋并一个啊，并这个并呢，多少有点笨重和呆板，当然也从后来看也还行啊，但是吴清源后来看了这盘棋说这个棋并不该并啊，应该是飞啊，飞在他冲的时候啊再飞再飞啊，说这样可能好一些啊，这样可能更好一些，然后再爬这个棋，然后他再搬应该这个对白棋有利啊，这个白棋有利啊，白棋可以在啊随便什么地方或者下边或者左边再走棋，这个比较清灵啊，这个显示了这个吴清源清灵的棋风啊，就是说这个棋风格不一样啊。那么坂田当时他说没想到这种下法，这个坂田啊是自己的棋都要，那吴清源就想着哎怎么能转身啊腾挪转换，那么这个棋他不肯这样下，并一个啊。那么秀行呢下的非常好啊，跳一个好棋，逼他出来以后再拆啊，黑棋形状非常好啊，黑棋形状非常好。为什么说这盘是明局呢？就是双方下的都很好啊，那么白棋可能下的更好一些啊，更好一些，走成这样，跳出来白棋走这个，然后这个白棋啊在这里压一个顶上啊，如果不走的话啊，这里不走的话啊，被黑棋先挺上来啊，黑棋不仅活了，还有若干目数啊，应该有七目左右的样子啊，甚至更多啊，这个这样子，所以这里需要把黑棋也搞得不活才能继续前进啊。这个打入应该是两分啊，白棋正常应接吧，不是很得意啊，就是不是很大的便宜啊，但是还可以啊。那黑棋的这个形状比较好，白棋刚才那样飞可能更好一些，那里就告一段落，所以这里应该去走压一啊，顶上啊，要点啊，这是要点，这里一边扩大左上的白棋，一边威胁这里的黑棋啊，威胁这里的黑棋。然后这个压了以后，他跳一个啊，大跳啊，这个大跳下一步啊很严厉，这里有一点啊，这个没有眼啊，那么。遵循这个彼之要点也是我之要点啊，
原则，那么黑棋白棋补了一个啊，这个补就是说，基本上活了啊，这个以后啊，他补的时候他压了一下啊，压了一下，他退啊，为什么说他是活了呢？以后就可以这样，靠一下，扳住，那、啊、这样做就活了，这有眼了，而且呢还威胁他断点，这样啊就。就是说白棋基本活了，那个黑棋呢啊继续的补棋啊，继续补棋，黑棋在这里啊围了一个啊，这里围了一个啊，这是大场啊，大场，黑棋站到这个以后啊，对全局的白棋呢是一种虎视眈眈的感觉啊。为什么说虎视眈眈呢？白棋这块虽然基本上活了，这块也没有什么问题啊，这个那么这块有一点问题，但是它这些东西都是不是很厚很薄啊，这个藤泽秀行的棋呢就是比较厚啊，比较厚，给经常给人一种重压感啊，跟他下棋呢都人都有一种被很压啊，老有压力的感觉啊，他这个压力来自于什么呢？他棋走的比较厚，大家看这个比较厚，这个也比较坚实，这也比较坚实，但是同时呢，厚的同时，他有时候走的也比较缓啊，这就是相辅相成啊，就是有优点必有缺点，嗯。那么白棋呢，知道自己比较薄啊，而且尤其上边比较薄，他需要在中间补棋，啊，补棋尖一个啊，尖一个，啊，凡尖无恶手啊，虽然不是绝对的，但是这个尖确实不错啊，全局要这个尖，一方面这个比较畅啊，如果不走的话。他会直接飞过来啊，这跟着连上，而且这中间有可能成空啊，这个把他这个破掉了啊，这个成这块成空是不可能的一件，然后呢隐隐约约的威胁这个棋啊，威胁所谓威胁就是以后会搜刮他啊，会搜刮他，嗯，这是其一，这个尖全局的要点啊，然后呢他尖的时候呢，黑棋做什么呢？黑棋在这里补了一个啊，后来在这里补一个，后来在这里先补一个，但是他在补之前呢，先把官子收掉啊，他先尖了一个啊，这个尖按说是很大啊，挡上，但是下一步啊，就我们刚才说藤泽秀行棋走得很厚，但他也有缺点，有的过于厚呢，就变成有点缓了，这个棋严厉的说。啊，走了一步缓棋啊，他走了这里，啊，这里缓棋，啊，这个比较缓啊，为什么比较缓呢？他这一飞被他度过了啊，这个，无论是厚薄和官子都是很大的一手啊，这样走，这样，啊，这个投资人很后悔的一手，这个棋完全没有必要补，因为这没有这个严厉手段啊，这个棋应该走什么呢？这个尖是正确的，这个尖啊，这个尖是正确的。就是这个尖是正确的，但是这个是错误的啊，这个补是错的啊，应该走什么呢？应该虎这个，嗯，应该虎这个啊，虎这个呢，他可能这担心这里没有棋啊，走这个，只不过做眼而已啊，走这个，那么这棋就虎上就行了啊，虎上了，嗯，这样应该是两分啊，两分的局面，黑棋。还是不错的啊，白棋当然也没有坏，就是现在是双方焦灼状态，就是说这个棋谁也不能把谁怎么样的棋啊，应该这样下，结果呢这个还手一出一下变得好像对白棋啊这个有利起来啊，对白棋有利起来，然后是他做这个应该说有名的还手啊，飞啊，这个让白棋太舒服了，既活棋又收官啊，这样过来，那么藤泽秀行呢又并这个啊，并这个，他这个坂田说呢，就是说这个棋他这度过以后啊，自己后了以后就产生了下边啊，原来没有这个呢，这里可以打入啊，这个走这打入可能费劲了，但是这边还是可以打入啊，他就产生了本局最关键的打入啊，最关键的打入，我们看了一下啊，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是打入这边还是打入这边啊？我们刚才说这边不能打入，那打入这边是什么样情况啊？一定要心里有数啊！打入都死了的话，那还不如不打入啊！
那如果要是不打入输了的话，那么一定要打入啊，那么这个棋一定要打入啊。打入在哪儿啊？首先我们找到目标啊，然后再找到打入的点，再把打入的具体啊具体招法计算出来啊，这是一个成功的打入啊。好，我们看啊，这边不能打入，那么只能在这边打入啊。坂田真的很凶啊，真的很凶，那打入这个，打入。估计啊，藤泽秀行当时也没有想到他就会打入，因为这个棋，因为这个走了以后，这个感觉这个很硬啊，很硬，这个不太好打入。但是坂田的棋完全是计算的棋啊，他认为能打入的地方就是，不好什么，那么我看的这本书呢，它这个就是棋谱，没有多的很多的解说啊，这个我完全凭自己的理解和这个计算哈，摆了一下子就行。这个打入我当时看好像要死啊，要死，但是呢仔细一看还真死不了，不杀不掉啊。秀行走一个最严厉的啊，大家看啊，走了这个啊，走这个，这个棋呢啊，这个棋如果我们这样走啊，我们首先首选是这样走，这样走大概就比较容易啊，比较容易这样一走，啊，这样什么连扳啊，这样棋大概是好像不容易死啊，这不容易死啊，有这样的手段。那么秀行呢知道这样不行啊，感觉这个就不行啊，这个棋一拖什么一扳的就不行，这个棋啊他走这个，这秀行留的吃法啊，吃法这是最严厉的。坂田经过计算啊，他先飞一个，对，他尖啊，他爬啊。我当时第一感认为这个棋啊，如果这样走不是很容易啊被吃掉吗？走这个的话啊，我们就算这样扳住他局部应该是死棋啊，是吧？我看啊，这个局部是应该是死棋啊。这局部是个死棋，这局部是个死棋啊。这里有些手段啊，但是好像也不太要紧，比如走这个啊，先点一下，接上，走这个，这个棋感觉不能活吧，走这个，走这个，这是个打劫啊，这过不来，这过来的话这样走，这个棋好像不容易死，不容易吃掉黑棋，比较复杂啊，这不是复杂，但是后来我一看这个棋啊，它可以通过这样的招法逃出去，啊，就是说扳住的话啊，它可以这样走啊，这样走，它可以弯。啊，这个弯好像是不容易吃啊，不容易吃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说你这样走，这样走，它一断啊，这就麻烦。你冲这个来不及啊，来不及，就走最俗的啊。如果说，比如说有人说这样尖呢，尖它就冲啊，走最简单的啊，这个棋也吃不掉啊。对，这个冲来不及啊，这冲来不及啊，走一些最迂行啊就可以逃跑，所以这个打入是一个成功的打入啊。这个一打入，白棋立刻就形势由优势啊向胜势在挺进。这个棋走，那么秀行看这个棋扳住，肯定他这个水平肯定看的没有问题，吃不掉，一再就走这个了啊。我们以前讲过一盘桥本乙太郎的和坂田下棋，就有类似的下法啊。没办法，打入的时候不能从正面来，只能去伤及别处啊，这样去。这个棋呢，如果你要扳一个啊，那可能就不太一样啊。扳一个你再扳这个，你再走这个可能就不一样啊。这个棋扳住你再走的话，它退出来了啊，退出来了。你走这个的话，它可以接上，那可以接上。你断这个他虎住或者接上啊，你这个气不够啊，这肯定是黑白棋气不够啊，这白棋气不够啊，这个不行。所以呢这个黑棋呢靠也是一步啊没有办法的好棋啊，因为没有办法了，只能这样走。
啊，啊，只能这样走，这样走，嗯，这样走自然，这个是不能死，这个被吃掉还不要紧啊，因为那边有一柴二啊，这边打，那他就搬，搬，然后他搬下来了，啊，然后他就拆，啊，这个棋应该是刀光剑影的打入啊，但是现在呢，风平浪静了啊，风平浪静了，白棋应该说比较成功，白棋把这个底下掏了，黑棋把这个搬下来了。啊，搬下来了，搬下来呢，嗯，白棋又拆到了这个，应该是现在白棋有利啊，白棋有利。我们再回顾一下，因为这个打入是，本局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啊，最重要。我们讲的本身也是打入啊，这个棋我们再看一遍，啊，应该说打入是真正的亮剑啊，真正的真刀真枪的干啊，这个打入啊，这个没有胆量是不行的啊。如果走这里啊，这个。哎，一走啊，一走啊，这个棋好像不容易吃啊，不容易吃，这一连扳啊，这一扳啊，就不太容易吃，嗯，如果就是说走其他的，比如说现在走这个扎丁啊，这肯定更不行啊，这个棋就跳出来了啊，这就空全被破了，这肯定不行啊。那么秀行也是考虑了再三啊，他走这个。最强硬的啊，这种虚病啊，非常的狠啊。我板田飞啊，飞尖啊，这个爬啊爬啊，这个地方是关键啊。这刚才我说了，当时我以为这么一般，这棋不好活呀啊。那么刚才有这样的啊，这样的弯三角啊，这个平时走的是不好，但是现在也没办法，这走的是好棋啊，迂行好手，嗯，这样，嗯，这样走啊，这样棋，大概就是大同小异，就是这样啊，断了，把黑棋冲来不及，嗯，那么这个棋没办法啊，黑棋既然吃不掉白棋，只好采取这个迫不得已的声东击西啊。在别处找是不成，这里，那么这个搬不行，搬就上当，被一搬就要死了，嗯，所以他搬啊搬，啊黑棋也搬，啊，本来是双方要大战一场的亮剑行动，结果呢，这个棋风平浪静了啊，感觉风平浪静了，实际上大家在这里估计下了很多的功夫啊，这个黑棋虽然吃到了这子，但是黑棋。还是让白棋成功了啊！说到这次，白棋这么先手，他拆了一啊，拆了一以后啊，直接威胁到这个白棋这一块了啊。比如说，他一围啊，把他围在里边，那么黑棋就得去做活了啊，做活了啊。这个做活，黑棋白棋如果封住的话，这块啊，以后还说不定有可能成空啊。至少是现在有他的势力。那么他拆一呢，黑棋要出来啊，要出来，不出来的话，被人封上这个，实地和外实都受损失啊。这个出来也有另一层意思，就是说下一步啊，他会这飞这个继续攻击这块也没活啊，没活。那么白棋呢，也需要把这块处理一下啊，威胁啊，威胁上面的。黑棋啊，这个棋不走的话不行啊，不走，它有点，啊，点直接走这个，顶啊，这个棋黑棋难办啊，黑棋难办，嗯，那么黑棋只好走这个，嗯，补一个，白棋顺势一长啊，在加攻击对方的同时啊，就是说加强了自己啊，加强了自己，这个棋就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啊，没有什么问题了，这个。而且呢，这个棋还是黑棋不活啊，黑棋如果不走的话，白棋再让你走，你挡一冲以后这么一并，这个棋是局部还是死棋，啊，局部还是死棋，所以黑棋也需要把上面做活啊，把上面做活，啊，这个做活，这个形状很好啊，白棋顶上不走的话不行啊，不走的话就是被，黑棋这么一走啊，这样一挡。这一虎啊，这个棋很痛苦啊，你还无法这样吃，这样吃被他这样吃了，然后你只能接这个，接这个又被他一扳啊，这个官子，
太舒服了，对于黑棋来说，白棋太痛苦了，挪不行，只能顶上啊啊，这里呢啊，这里呢就是飞，白棋继续的接上，黑棋也把他自己布好啊，然后接上。这个棋呢，白棋就是比较安心，安心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这里啊，已经给他处理好了，白棋基本没有什么安全问题。然后这个脚上的木也比较实在啊，就是说，相当于铁控了啊。我们以前讲过木骨铁控啊，这是白棋就是铁控，连劫材都没有啊。黑棋在飞啊，飞啊飞，白棋在跳啊，这个需要补一个啊。不补的话，他马上可以冲断啊！这补了以后呢，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，啊，基本上没有问题，啊，基本上没有问题。这个棋呢，这里又告一段落啊。黑棋又去补棋啊，补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补这个地方。如果这地方不补，以后被他一扳啊，一接啊，这个棋没活干净啊，而且收官了没活干净啊，所以黑棋冲，白棋挡。黑棋断啊，一断。我们说这个棋好像可以吃啊，实际上吃是不行的啊，吃它有个利啊，实际上它有个利啊，你哦利不行，就是正面过来，嗯，就这个退回来啊，不容易，就让它活棋就行了，这块就薄了啊，这块薄了，所以吃这个呢，白棋不敢要，白棋不敢要。白棋呢，在这里煎一下，啊，煎一下。黑棋吃，白棋接，啊，这个棋黑棋应该说这个拔很有诱惑啊，但是那个棋不行啊，这个棋没有活干净啊，这个棋比如说走这个，啊，你立一下啊，这个走这个，你走这个，然后一走这个。一长一断啊，一走这个，嗯，一接，啊，这一断死了啊，死了，嗯，这危险啊，危险，所以这个棋啊不行，不能提啊，不能提啊，只能补棋啊，在这里补棋，在这里补一个。然后他提掉，然后提掉。那么黑棋啊，实施最后一个所谓的打入啊，这个打入好像不像打入，它其实也是一种打入啊，在这里点一个，点一个，这也是一种打入啊，这是只不过打的比较二路去了啊，也是掏。你这个棋不能这样走啊，不能这样走。这一靠啊就出棋了啊，这一出棋了，你走这个，他一挡啊，一走，一头。一翻啊，就出棋了。所以呢，这个点啊，白棋只能接上啊，只能接上，只能接上，嗯，接上。然后呢，他退回来，他挡上，他退啊退啊，这就是最后的打入啊。好，我们这盘棋呢，大约就讲到这里。这个棋啊，这个打入是。经典打入，下边的打入啊，经典的坂田是得意的一盘棋啊，最得意一盘棋之一，号称是白棋的名局啊。藤泽秀因为走了这个还手而落败啊，也比较可惜啊。白棋黑棋走的也是相当的好啊。好，今天的这盘棋我们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